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约，然后欢迎收看 CS 耶，自嗨 ，CS 好了，真的啦，刚刚试完那一场 OK 的啦。好啦，那总之，换了电脑，我们 CS 就回归了，对啊，然后今天一样是跟飘一起来玩，嘿，打招呼啊，啊，啥？打招呼啊，没有啊，那个我，因为我们上次有在讨论说，就是CS 一直出问题，那我们要不要就是停掉这个系列好了？然后表姐说好啊，然后结果我换电脑它就好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它电脑太烂，就电脑太烂，真的电脑烂。可是我后来去问，我原本那台电脑是2011年的时候最高效能的电脑，2001年。太久了啦，没有2001年有笔电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应该有吧？谁知道？谁知道？好了，就是那种路边捡的吧。OK， 我看路边捡的，不要这样。好了，那总之今天这一回有这个夜袭生存战的活动，那我们就简单的玩一下，对，因为真的很久没玩了。总不可能一回来就要我们打什么新灾厄吧，对不对？有新灾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当然了，不可能。今天也只有这个活动啊，所以就来玩一下这样子。好，那他现在这个战场补给还蛮不错，就是会送这个解码器。它变成就是你每天登录就不一样，它不一定像之前要连续登录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如果你那天没登录的话，就刚刚好那个东西一样会就跳过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又有这个世界冠军，那我刚好就是原本想参加，结果没有去参加哦。好了，预测在台湾，在2016年最高的名次是多少的？当然是第五名以下，没有啦。台湾就是选个，你选第几？我选第一啊。那我选第一好了。香港的话，因为我也有朋友在香港啊，就我也选第一。好，谢谢。OK， 然后我们获得了一个这个新角色，陈天虎。听说这是台湾角色，听说就是他是台湾人，角色设定是台湾人。哦，对，然后犯罪组织的基层成员，虽然是个不良分子，但个性非常单纯，常凭着自己的信念行侠仗义。和同帮的李志龙，我刚才念成李小龙，特别亲近。因为担心志龙对组织不适应，常常暗中帮助他。对志龙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多余的搞机设定，我这绝对打死都不用。为什么台湾人就一定要穿着啊？超台飘，你有去看那个人物角色的样子了吗？没有，我看他的长相我就不想按。超台不是我在说超台。他有五个解码器，我来抽一下好了。我刚刚就是那个按那五个。对，他抽到了黄金 CV47。对吧？对啊。还永久力。我觉得我抽不到同勋奖真的都没有干。有五个。他五个要抽完了。废哦。话说他有这个什么圣皇 CV47、暴君 M4A1、血渊，这是什么王牌武器吗？新的王牌武器，就是超凡武器的弱化版吧？CS 就是爱搞这一套啊，没办法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这个他说的这个生存战士吧。我们随便挑个死武器，我们就自己开房了啦。对，我开好了哦。等一下，他就这个自由魔都地狱之门，亡灵魔都自由魔，我觉得他好像就只是，他应该是这个，就怎么讲，他是就算另类版本吧，对。怎么感觉这有点像？应该不是，算了。有点像什么？我想到就是
打血魔神刚开始进去那个电台那个基地啊、不是刚才我刚这个是我就是后来第一次改版的那个夜袭生存战啊，嗯哼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去了。好、哦，那他说就是我方的主要避难所若被破坏即失败。OK， 那市长是合作的、哦，对，他是合作的，没有，因为好像新的都是合作的吧？对、啊，合作的啊，有，就是哎，亡灵魔都是有一张是那个敌对的，只是那个玩法我没有玩过，可能跟就是最初的夜袭生存战是很像的啦。那他说就是资源会自动补充，所有建筑量的电量减少，就是更容易生存那样子啦。对，你那边还好吗？哇，这么快就四个人了，真的假的？然后他技能点数、不要算我，因为我现在玩游戏。那个自由那个技能点数是他增加到20的这样子。对，那总之就是先把他。就是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升什么点数哎，收集吗？好了，都可以啊，我是选战斗啦。那我选采集啊，虽然我都还没点。干，那边有一个会喷毒的炮台，我回去了。你这么快就跑哪去了？有，就往前走几个转角就遇到会喷毒的炮台。真假的？你不要这样子。Why not？ 都只有木材。我这里有铁块，我刚刚踩到了。家里面有仓库哦。哦。我放各种仓库哦。OK。我采集到，我都放里面好了。我这打树根本打不死嘛！我不打了。不是我说，可是那个打树真的打不死啊！看，就不理他了。我总是在遭受攻击啊，就是因为达叔我打不过，所以我就把他放到家里去啊。干，你脑残呢？没有，我要去找 ATM。那个 ATM 我可以赚钱，我要买武器。哎，有，我去买枪。如果我快靠十一只了，靠十一只。哦，你靠十一只，我又来一只了啦，三只了。啊，购买点在哪里啊？太久没玩了。哦，购买点就在家前面，哇，好感动哦！我要看买什么枪好。哦，终于好了。都买什么枪好？那什么升级技能点啊？按 N， 然后就点它就好了。然后你要记住，点完之后就需要钱去重置它了。好，看来遇到了一个不是有能力，就是自我意识、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孩子了。哦，他到底是个有为的青年呢，还是……好，没有啦。其实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动 CS 了嘛，对不对？好久。对啊。这个是怎样卡在这边干嘛？动起来啊，孩子们！我再做一个仓库好了。到仓库。哦，有，找到了。啊，等等，不对。先做发电机。发电机。发电机，对，这个。他一开始就20，是很多点的。对，他以前是只有3点嘛，啊，他现在就是好像是因活动吧，这张地图是活动地图这样子。我一堆僵尸来了。都好，我们现在还缺什么？我找不到，我都找到铁块，找到木材。Excuse me， 我们家现在是已经变成终极防御塔了，是不是？太快了吧？这很难吧？搞不好哦。所以我刚有先买枪了。家里面已经不能再放了，要不要盖东西？先盖个发电机，对，先把电充到最大吧，对。
屁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，你赶快先帮忙建那个家，干，等一下，太快了吧，太快了，不是，那这太容易了吧？我没有枪哎、欸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要买，对啊，你要点，我没有点，那就没办法。哦，这把枪好带感哦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怎么这么带感？所以我说，大哥，你真的，哎、欸，僵尸会掉东西哦，好酷哦！我不知道他有一个东西制作地雷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怎么使用。然后就有人死了。哎、欸、，excuse me， 可以注意一下僵尸吗？哎、欸，太难了吧！等一下，你有选难度吗？他不能选难度啊，他就是一个难度啊啊！他既然都给我们这么多点数点了，应该就是很难的意思了。我快死了。这时候我们要学乔瑟夫爷爷的话，打不过就跑啊。他最多只能四个人玩了。对，他最多就四个人玩。还有二十几秒，我天哪！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个有一个什么地雷，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放。我不爽了，然后我就炸死自己了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吗？啊，那刚丢，哎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 ，excuse me， 借过一下，对，我的枪，虽然没有钱。我去，哎，等一下。等，太多打输了吧？等一下，好，算了，我去买子弹，然后过来扫僵尸队。我来修枪。哦，我看到购买点了，好开心哦！うれしいけど。本当に嬉しいだな。欸，雷比亚出来还是怎样？这第二天就有雷比亚还是怎样？我是不是也应该点那个升级那个制作武器的？如果你要拿枪的话，我不太想拿枪诶、欸，枪好麻烦。不是，我现在不知道买什么枪好，你知道吗？快点啊，油槽快要爆了！来了！好，去找东西，找资源。逃げるだろう、スモーキー。欸，我身上东西满了，还蛮多的。对。怎么这么？我只烤两下木材，那就满了。嗯，扩充上限吧，就是你需要上限之类的。哦，身上已经满了，都已经满了，家里面已经没有木材了。我不能再做了，家里没有木材吗？没有空间了。那再做仓库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我看一下。你不知道怎么做？我不知道怎么做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好像没有按 B， 然后点它就好了。哦，按 B， 我忘了。太久没玩了哦。我盖在家里面的。没有，就盖在墙壁那边就好了。就是仓库的话，你就跟他一起。家里面有怪哦。OK， 我来处理。啊，不干哦！请问这是我方的震动，还是不知道哪里冒出一只雷逼啊？花母鸡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是家里的震动。干，那个发电机有换大台的吗？超大型发电机。啊 no， すみません，我要拆这个东西了。We need more power。它好像是有技能，可以就是有时间就
自动累积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？资源这样子。反正我把我出去采到的东西都直接丢家。OK OK。不过我感觉，要么等一下我们就是，因为它资源其实蛮快的，我们可以等一下摆满那个什么一大堆的那个，那叫啥来着的？铁丝网。你把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铁矿啊，在重点啊。我只有铁矿比较少。你有点那个就是打警车，打那些东西，打那个附件可以拿到材料的吗？哦，我现在知道，打车也可以，打车是拿铁。对，打车是拿铁。没有，我打车拿到木头过啊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。那我要回家，有拿到一些铁，我现在去放家。哇，水泥墙好酷哦。好，都放家。因为我还有三点是点那个修理子的那一个。哦，了解了解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不是，我们家已经完全了，封锁起来了，全境封锁哎、啊，全境封锁啊，干。我会盖炮台啊。其他人在哪？我看不到其他人。有一个人去跑去盖那个防御设施了，就是他跑去盖一大堆的那个墙壁。那我要现在出去外面再找素材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现在是晚上，僵尸一大堆。他把水泥墙把路堵起来，那我们要怎么出去？在正点。应该有办法再出去吧？等一下。有，这里有路啊！怪来了。有。等一下，那他这个盖下去，我有办法再走出去吗？测试一下。他应该会有会留一条路出去、啊。不行，走大门，不然就是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再拆啊。不是拆，我觉得我大概知道方法了，就是啊，车子，这里，你过来这边，这个车子，跳车子哦。对，跳车子，对。哦。那你要打怪啊，拿枪哎。水泥墙需要维修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太大声了。水泥墙需要维修吗？维修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它完全没有显示它的血条，我也不晓得。你那个对话栏那边会有蓝色的字，选择障碍物耐角度。哦，看到了，100%。它好像不会打水泥墙哎。那是因为现在怪物都在我这边呐、啊。哦，吸引他们的仇恨值就对。对，吸仇恨。那我顾这两边的墙哈。这个 OK 的。我是真的很想清怪啊，可是他们真的好烦哦、喔。清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你们远离这面墙哦。你不要把墙也炸掉。死了，我不负责。因为他都是盖那种高射化好的时候出去轰哎、欸。对啊。哇。虽然我刚刚放了一颗核弹就是了。那我可以出去了，早上了。还有僵尸，帮我清一下。几只？脚下。两只哦。地上那个包包是什么东西啊？弹弓木头。那一定是别人死掉的遗物啊！干。因为我记得我打僵尸好像也會、那个购买点在这里，跟我来。我装那个。这有 AGN。你看得到那个购买点吗？哦，有看到啊。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不用带路了。因为我收集物资优先啊。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？嗯。我要拿那个核弹去射那个雷比亚。这边还有两只怪。我要拿核弹去射雷比亚。我不要好了。哦，我刚才就是从那边走过去。八七，他没事。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所以就直接走过去了。然后你就被他就变成他旁边那边机枪扫射啊，真的是有个巴西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玩雷比亚一下。他被蛇姬打没事等一下，干他走过来了，妈的！你不要把你来我们家去死一死。你给喽！
所以我说那是雷比亚嘞。这边还有另一边也有一只雷比亚。你那个雷比亚很巴西的，就给我卡在这个地方。啊干！哦，我被吓到。等一下。哦，他打人不会痛，嗯，我的精神状态不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哦，我肚子饿。我是肚子饿，靠背。我忘了这里不能回去。真的？干，等一下，一定要回那台车吗？一定要这样吗？对，好像一定要。这个人到底怎么盖的 ？Oh my god！ 哦，等一下，肚子饿。上不了车，哦，上来。可以啊，只是他会稍微卡一下。对，他会稍微卡一下。欸，我要再去盖仓库。又不够了。对啊。那我也来盖。结果，我的仓库已经待命了。干！欸，干嘛？没有，歪了，吐了。我看我们电量好充足哦。仓库会占电量吗？好像会占一吧。二，那还好，仓库还好。反正到时候如果电量不够的话，再拆仓库。反正如果盖完的话，我想我们应该也不需要采集物资了。我觉得我们再多把高墙再盖起来，然后我们基本上就赢了啊。他这里一直在盖高射炮。跟他讲，这个公车这里也要盖啦。我要去赚点钱。破人的拆卸，等一下，好多破几号。阿比龙是怎样？欸，不要拆墙哦，现在开始有很多来。不是，我觉得阿比龙等一下会直接冲过来，你知道吗？电量够吗？我看一下哦。电量应该是够，390。哎！你强迫坏了。等一下，我遇到很危险的东西。等一下，马德库大赛，你给喽！妈，等一下，我遇到很危险的东西。那个，你记不记得就是沼泽型的那个怪物，记得吗？我刚遇到沼泽的雷比亚。刚刚是哪里的水泥墙坏掉了？应该是外面的。外面的。对，应该是外面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在家拿着水泥墙？等一下，沙跳竟然是怎样？那个跳跃力，要修补啊！没有，等一下，坏的是外面的啦。哦，他叫我们修，但根本修不了啊！干，做里面的这个吗？不对啊，都不是这些啊。哦，那个打树陷阱哦。他说就是盖里面的东西。有了，修到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沙拉很危险。工作有沙拉，妈的沙拉哎，干真的！艾尔志光讨厌的是那个什么跳跃率5000%的吉贝娜，干 CS 满满的都是沙拉，干满天都沙拉。有达叔进来了，应该是被炸进来的吧？达叔的话就很麻烦的耶，因为他超级血牛啊！早上了，我去放核弹。让我快死了！远离那里哟，核弹来了！然后就他妈什么都没炸到，你好雷啊！但是他们太硬了，好不好？有炸死了，东西。哦，干！干！三小，破局炮破坏。不是啦，阿比龙啦！我听到阿比龙的声音了。哦，在哪里呀？家里面的炮台也会受到损害，要修啦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去找阿比龙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哪里总觉得怪怪的，原来是阿比龙在这附近哦。阿盖不是说阿比龙出现的？啊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会离家里那么近啊。有空修一下家里面的炮台，家里炮台好像也会受到伤害。OK。我再出去外面找一些物资，看看。屁啦！
你知道我刚刚是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大概离阿比龙有100公尺那么远哦。我看到是阿比龙跳起来了。重点就是我刚刚莫名其妙，就是一颗远方一颗东西飞过来，我以为是达叔丢那个东达叔。我看到阿比龙了，在哪里？在那一边左方左边。我觉得我也看到他了。他有时候忽然就跳起来。他跳起来，他跳起来了。我现在离他非常近。阿比龙正常运作中。因为我这边出现他的血量。因为我去摸他。没有，我摸他其实还好了。你们去引，我肚子饿了。我也快肚子饿了。肚子饿啦！等一下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可以盖那个额外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东西，有点麻烦呢。啊，哦，我记得是不是有个技能点是可以那个防止肚子饿的？只能减缓吧。对，减缓的有吗？我不晓得。生存这里面，奔跑速度是精神值吗？精神值下降一半时啊，每秒回复一的体力，但是就应该是减少你扣的血而已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这回血真的回好慢啊！等一下，这电力感觉是用不完的耶，不是我在说。还是根本不需要。我觉得回血速度太慢了，我把它扩充一下。我去把阿比龙引走。然后不是我要说这个对空导弹也太狂了吧？这个。我就快死了，我要回家，快晚上了。还有25秒，我把阿比龙引开。他怎么还？要怎么引开啊？就拿个人开枪射他之类的。我没枪怎么办？那我来啊！屁啦！哇，吓死他在那边丢炸弹！不行啊，赢不开啦，妈的，我要回去了。哦，不要吸我啊！啊！我没钱，没办法重置。注意哦，阿比好像离下一更近了。他好像直接杀进家里面去了，是吗？我没看到。不会吧？不至于吧？等一下，在哪里啊？他？不知道，现在不能出去捡枪啊！干。等一下，再买一把新的吧。保罗出来了，保罗出来了，你给喽！我干！什么？过一把？我去检查阿比龙在哪里好了。妈被气死！他还在啦，他还在，他还在原本那地方。他在那边站好好的。根本就站桩嘛！这只阿比龙真的会跑吗？哦，他又在吸人了，是不是？你给喽！在家修就好了，不要出去打了。好，在家里面炮台一直换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通关的。对啊，我想直接通关的。要引发救援要怎么弄啊？还是我们去把奥兹干掉？
啊，我们去把奥兹干掉吧。我没枪，我没办法。买啊！我没技能，我没点啊。那就点啊。没钱可以重置。那现在满街的狂暴手榴弹是怎样？他们一直丢啊。你刚刚说是精力值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OK， 点到啊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做实况做久了、啊，你的尖叫永远都会充满了让别人嘲笑你的意味。好白痴哦！你以为我想了、啊？哦，干！哎，为什么看阿比龙的炸弹在路上用滚的？你就在家里面好好的维修炮台不就好了？不是，等等，为什么他突然阿比龙血？阿比龙的血？哦，太近了，就那个高射炮。那个破击炮一直打他，不对，好像是有两只阿比啊！哦，在门口啦！不对啊，两只阿比龙是怎样？有两只阿比龙啊！天哪，这里还有一只哦！天哎呦耶！哦，有这么可怕吗？哦，三小，这个阿比龙啊，高射炮，对对对，高射炮射在这个地方才行。我觉得你在家里面帮忙修会比较好。可是我想过关了，我们已经录半个小时了。哦，那你、欸、等一下，我们家这边怎么还有阿比龙？有三只吗？刚有啊，刚刚就有人说终于来了，可是不是死了吗？那地方被打死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这个刚刚那个破击炮坏掉，是有人在拆，有人盖在外面。要不然说我在我刚才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外面，那就是拿来打那只阿比龙啊。哎，不是这一台哦，那他拆哪一台 ？Oh my god！ 等一下啦。阿比龙有点霸气啊，这个。哎、欸、屁啦！直接秒杀是怎样？幸好这不是 low， 不然我一定要被呛了。哎、欸，幸好他没有记录，就是那个死亡次数，哎，真是太棒了。我刚看到有人开始在外面在盖了。有啊。啊，我还是一样啦，我要去捡我的那个东西。我在想能不能就是盖一个空间出来把阿比龙关住耶、欸、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不行，必啦，这个球还有反弹的哦、喔、阿比龙还在这，这个对他有效吗？有耶、欸、欸他是被卡住，我知道了，闪了。不行啊！哎、欸，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，我好想拿巨斧哦！我已经回不了家了，我回不了家了，干！你又雷了一波。好，幸好这不是 low、欸。没有啦，我记得这个不是可以那个吗？就是怎么讲？是呼叫通讯塔吧？在哪里啊？你要盖啊！
通讯卡在哪里啊？没看到了。那我不晓得。我这里以前不是说盖什么通讯塔就可以？对啊，还是这个没有？有可能。那所以我们要把奥兹弄死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是这个吗？不是吧？欸、有啊，有通讯塔的位置啊。还是它只是摆好看的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战斗警察，嗯，我看到有人在盖幽灵遗迹。他真的是盖，他是啊，他这个不是啦哦。我把黑丝盖在家里啊。你可以帮我问他一下，说要不要去把那个把阿比龙弄死了，不，奥兹弄死了。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只是拍影片而已，我们不是，我们这一回没有要累积那个天数，跟他讲一下。你讲啦，我又没有任何发言权，而且我根本没办法，我根本没有钱，好不好？我那时候我根本没办法赚钱，因为我全部拿去点神准了。我靠，我都忘记我的钱掉在外面了。每次阿比龙好烦哦、喔，可是他初始的点数给我们这么多，其实还蛮有用的啦。他这一开始就是不要让你过太难，但是蛮难的啊。对，他难度真的有上升，就是会让你不要过那么轻松啦。他就是给你一开始就满等的状态啊，然后接着就看没有满等啊，就是诶、欸、一定给你半等，然后慢慢去升这样子。有满等吧？哎、欸，五点呢、欸？哎、欸，等他好像是没有等级限制的哦。被卡住哦，不对，等一下，那里是有两只阿比龙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两只阿比龙站在一起，我有点害怕，我要先闪了。逃げる、逃げろ。我资源好多，难怪一开始就可以直接升到最高。对啊，还是这样吧，我去自杀哦。我去自杀，然后你捡我的钱去买武器，不，我不知道充值点数。不用啊，我慢慢升等好之后去赚点数啊。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小枪了。可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40分钟了。啊！不要再炸了啦！哦。你说这个胜利条件要打什么？就把那只王打死啊！可是我看这家伙只想活到100天而已啊。因为100天有这个活动是可以拿东西的，拿另外一个角色啦，没在骗，就只是另外一个角色而已。对，就可以买的。你说这个吗？啊，黑丝啊，因为这是我盖的啊。其实我不知道买什么好了。你看他打等号，等号就一定是。屁孩类型，你把王引过来啊！为什么是我，他就不过来啊？你拿枪去射他，他被卡住了。我讲真的，他被卡住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炮台怎么损失一半？哦，他把他全部移到前面的。等我一下哦，感觉怪怪的哦。哇，没办法去前面修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不能打中文呢？你是 Win 几 ？Win 十啊，可以吧？嗯，你要切换吗？
有签啊。我记得我之前我是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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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in 八的好像有一些怪怪的。我现在应该有点数了，我看一下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语法根本就是，根本就是异国的语法了。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呢？啊，一万五啊，好多。你要吗？没有，我现在顶多只能买到步枪而已。步枪就够用了，你去买那个神圣制裁啊，我买给你。哦，我死了，不行，我等一下复活去捡我的钱。我先买，我先买枪给你啊。哦。为什么你们一直死？因为我们在都在修、欸，有库卡，有库卡。因为我们都在修家里面的东西啊。我觉得你不要出去打，在家里面帮忙修，就是比较容易撑的。啊，如果你想要赶快早上，要安全的赶快到早上的话，就是帮忙修。哦，干，怎么那么痛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有办法让他连续晚上的哦。他在这个模式里面有特别一个新的一个功能，就是那个。市长有权利直接将白天转换成晚上。水泥墙坏坏了。水泥墙坏了，等一下。啊，干干干！环保达叔啦。干，快死了。马上现盖一个给你。我把他们引出去。好像是追着我哎、欸！哦，我被烤死了！我给他墙盖起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达叔是在里面？达叔在里面呢、啊，在里面。我刚刚就是想问这个，为什么他在里面？怎么样？啊！哦，你死了！去捡我的枪，去捡我的枪！哦，不行，我在外面，我的尸体在外面。我刚刚死掉了，我应该没办法捡你的枪吧？我买了这部枪，你可以。有了。如果你不喜欢，自己再去买。我不喜欢。干！垃圾丢哪？我丢黑市旁边。欸，好像有在打到阿比哦，我刚才有在扣血。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？嗯，那个是，那个是什么来着的？我想一下，高射炮台的，对，破几炮？对，破几炮。可是我没看到阿比哦，哦，在那里哦。因为两只阿比哦都在那里啊。就决定是你啦，神圣制裁！我看，哦，我被巴拉炸死。阿比龙的巴拉真的蛮靠北的、啊。我先去确定奥兹的位置在哪里好了。干，我要对不起社会大众了。奥兹在哪里呀、啊？死一只，死一只，死一只阿比龙了。我印象中刚刚好像有出现那个奥兹的血条。我在找，我在找，但是没看到哎、欸。因为最早以前这样地啊，有找到，找到，找到了，好远哦。我靠！这是破击炮脑袋是有洞吗？这是狂从这狂朝家里面丢哎、欸！哦干！
哦，我被张米推到里面去干。哇，好一个助攻啊！啊，我的饭是煮好了没有？干，你看他有没有跳起来？没有，我那是按键式的，就是他是他会给你选你要保温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啊，不是时就是时间到，就是自己跳起来。他没有，他没有动一声。有墙又要坏掉，有墙又快坏掉了。我觉得这边就是叠个两层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那个讨伐 BOSS 了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死了啊？应该是阿炳一直在丢炸弹啊。对啦，他一直在丢炸弹啊。又出一只。你这个盖完，你先不要盖，我东西在那边，不要。我快死了！真心觉得这张地图设计有点不太良，我们再不去打 BOSS， 我们就要死啦！这种本就是一直附加型的玩法。这三面墙太容易被敲了。嗯。屁呀！我看到那个炸弹直接往我脸上飞砸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好有的，与其玩这个，我不如去玩那个什么生死擂台算了。好惨啊！我一直看地方耶。哎，好像刚刚又有十一只阿比龙哦。又十一只了吗？因为现在刚刚有一只在在这些血，应该死了吧？就我现在看人应该是死了，只剩一只，就没有在跑，只剩一只这样子。哦，欸，另一边僵尸进来了啦！另一边？对啊，因为另一边的墙没办法修啊，他们把路堵住了，这个没办法修啊。你指的另一边是指哪边？就基地门口出来左手边，左手边啊，我去看看能不能从外面走进去。啊干哦，财报大师死了，但是家里面一堆僵尸啊。啊干哦，又出来了。哦，叫他不要再吸了。你们看到家里面很多僵尸在这边开 party？ 没有。哎、欸，你被关在外面了，没关系啊，我再回去就好啦，又不是回不去。哎、欸，该打奥兹了啦，你们。哎呦，家里面都没办法过，而且现在就那个、啊、家里面一堆僵尸，就是盖好之后，我们那三面墙也坏了。对啊。欸，嫖他们不打，那我们两个去打了，真对啦、啊！你要相信我，我没钱啊，我不知道奥兹在哪。你跟我走啊，你知道他在哪？我没机枪哦，你拿步枪就好了。那个 Genesis One Genesis 在哪里？等一下是什么东西？我才刚从三个城墙那边出来，你在哪？跟我走，欸，等一下，我想要最佳路径，因为可能要绕过那个残暴达叔，走这里。等一下，我先帮他们盖这一面墙。OK OK。哪里？
这里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你不要走那边啊！不要走那边，不要那个那个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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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算37滴血了。哦，那先回去补血好了，要不要？这是什么啊？就是那什么超级电障台啊？那个它会产生那个电磁网去电人电僵尸。那时候我们家不要干那个就好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干跳不上去，原来是你在挤我啊，这个胖子。不是我啊，干。好了没？后面其实有三台那个。好、哦、被拔掉一台，这有两台啊，80滴啊。OK， 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剩下一分钟。拖儿，应该吧？我不知道。这边走边边哦。他没看到你吧？我都支援了。哎哎哎，那个你走出来之后小心一点，阿比龙会一直，你知道的。你在哪？这里对对对，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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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巷，巷子巷子巷子，你后面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嗯。哦，快死了！从这里进来。啊！剩下6滴，我快死了！死了！你怎么死了？我一直被炸、啊。但我觉得我弹药不够哎。没关系，我已经知道路在哪了。你饿了？还没啊，还没。你我看到、啊，我看到你的画面已经饿了。是啊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其实还没饿。好，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。那等一下就直接过去了吗？可是我没有那个。OK，我被挤出去了。不是啊。没有通讯台，我们是要怎么？对啊，已经50分钟了，干！其实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也快要被灭了。不是我在说。对啊，这怪物太强了。对啊。啊，虽然就是他那个补正也是蛮厉害的，就是我们的钱啊，对。那本来就这样啊。这种这次的玩法应该全部都是工程师都在家啦。哦，靠北工程师。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现在没有钱，就等一下你要买枪给我。我看我也没钱啊，太痛了吧！阿比龙的那个炸弹啊，阿比龙的炸弹满天飞啊，干！真的啦，阿比龙的炸弹真的满天飞、欸。太痛了吧！痛到爆炸、啊！而且我们的血又只有100滴。重点是我们的血只有100滴啊！我200多，才第9天而已哦、喔。为什么你100？为什么200多？啊，我就点那个啊。哦，体力哦。对，体力增加，体力增加。我赶快点到核弹，好，到时候点满之后，我到时候冲过去之后，我就狂发核弹好了。核弹可以对他造成伤害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我在两等就可以点核弹，尽量带机枪啦。对，就是对他可以造成特别伤害的那种。没有，没钱，没钱买枪。哦，干，又死了。为什么我一直被炸飞啊？他叫阿比龙吼，快点！我想结束影片啊！我想结束，我要休息，我影片还要上传呢。你就一直冲吧，我现在我也没办法，我现在没，我现在去那边顶多只能用那个铁锹把它敲一下而已。
看我加把铁锹把你敲晕。你直接拿着小刀走不去就好了。打那个不会有什么效果吗？打什么？打你现在刚才丢的打那个。你说那个、哦？你要泡他？其实。就只是赚钱而已。哦。干，等一下，我忘记不能开箱开太久。等一下。啊！连狗狗都来啊！乌索打喽！他在哪里？你们那里有很多怪吗？他被卡住了。谁？叫他自己拆东西啊！哎、欸，飘，我们再去挑战吧。就是他血不会复原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累积这样一直去打他。就是要点吃掉就对了。等一下，这不是可以过去的吗？他好像卡住了。对，他卡住，那我也救不了他，叫他自己拆，只能拆啦，是吧？那我去对付奥兹好了。你看他刚刚，好像因为他旁边又有放那补血台，有没有？好像就一直放那个，他都拆不掉，一个人拆不掉。太好笑！哎、欸，补血台可以补那个哦，应该是吧？因为我看他，因为我没有在修，他还是有在修。看他补的，还是他按错键？哦，又一只阿比龙要死了。对，又有一只要死了。不错啊，这个速度，这速度可以有啊。哦，原来阿比龙就是要把他引过来了。所以这边是在开什么轰趴吗？又来了！干，等一下，屁嘞！怎么了？不是我的垂帘没办法锁在他身上是怎样？为什么不能锁？那你就锁地板啊，锁他脚下的地板啊。好 ，OK。不行，锁地板他会他打地板会突然消失。那就那我不要，我不要撞出来、欸。那就只能用子弹打他了吧。用子弹打他脸吧。哎、欸，对，垂帘会突然消失，这是 bug 吗？有可能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等一下就换别的枪了、啊，干。Excuse me， 现在几点了？忘记哦。八，我、哦、干，巴拉跳进来，操你！哎、欸，那八点了啦，我想结束了啦。我很想啊，可是打不死。对啊，打不死，我们放弃吧。还是，就是有没有什么通讯的那个？没有，没办法做。对啊，没有哎、欸。好像全死了，那也就被破家了。对啊，只能破家了。其实我才不会说我过三秒就要复活的呢。我一秒，我复活。干，一秒难。干，你这个连一秒都不到了。没有，我还有三秒。哎、欸，那个阿比龙的血量是怎样？狂扣吼！哇，太痛了吧！哦，等一下，哦、阿比龙为什么在这里？他钻进来了，他钻进来了，他钻进来了。
雷比亚，等一下，雷比亚这个好接下来。他在哪？喂，逃不掉啊！哎、欸，他在墙壁上，他进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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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他、啊，快敲他、啊！敲死他干嘛？一个小时了，让我结束啊，大哥！他想把家封起来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那我们就先离开吧。我要去考奥兹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是市长，然后结果好像变得我不是市长一样。哎、欸，那边的达叔不见了。对啊，他突然不见了。我这边好多资源哦。要没钱了啦！哦，就疼呢。我要放弃，我要弃家了，干！我就把那只阿比龙干死，然后干死我就要离开了，我要休息。真的啦，很累。我今天还录了一，我今天还录了一部《新界神话》欸。可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你先死了。弄死一只了啦。然后结果他是 马上生出另外一只半血的，没有吧？那一只是本来就半血的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都没看到他。哎、欸，他开始在封家了。嘿呀、啊！哦，可以开门的。哦，是可开式的，好猛啊！他一直都有，只是我们没有盖而已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哎、欸、票，我们就离开了吧。哦、啊，对，因为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而且他说累积生存100天拿到那个东西，我觉得這要花时间啊，一整天吧，花一天才有办法。对，不是你知道吗？眼前这两个人就是想要直接弄到100天，甚至就是直接累积时速下去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离开了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真的太累了啊。你们刚刚也看到我打奥兹打得跟牛一样。我也没，我一开始就点生存了。对，这家伙完全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打 BOSS。对啊，他想说点生存比较快。好啦，总之，嗯，我们今天的 CS 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干累死了。所以他到底是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一把散弹啊。散弹哦，这个哦，又是 QB， 但是他是累积的，所以应该很好。对，我们目前累积9天不是吗？对啊，就9天了。对啊，所以是还 OK 的。然后，哦，这个李志龙他是又是一个台客，然后他拿到的方式就是八人，然后特定地图里面特定模式八人以上击杀2016个人就 OK 了，对。然后还有打僵尸拿解码哦，天哪！好啦，那总之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啦。对，没有玩完有点可惜，因为其实刚刚那个状况，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赢不赢，要死不死的那种状况。我觉得，嗯，对，因为僵尸就是都不攻进来啊。你打这个，他这次打这个本来就是为了刷时间的、啊，对，他这就只是给你刷时间，所以你要死也很困难的、啊，就是你要灭团很困难。我是这样觉得的啊，要赢的话，真的需要培养。要拖时间的话，就全部都选那些工程师啊，就修比较快那种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上方点个订阅，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那也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，推去按个追随，推去按个跟随。嗯哼，那就是这样啦。啊，好累哦。啊，好啦，那。我们就说再见吧，不不，拜拜。啊，可是这把彩蛋你有要拿吗？应该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有它的其他的版本了。哦，对。可是它上面写的 QB， 我就不太想拿。嘿嘿嘿。好啦，那就是，而且它只是 S 是复数哦 ，QB。没有，这把枪其实还 OK 啊。对，它还 OK， 散弹还 OK。
散弹一直以来都是不错的枪种了，其实。这一把啊。哎、欸，他就什么来着？哎、欸，你有为什么没有？就一般的啊。一般的，是吗？我看一下啊。我印象中我有。印象中你有。对啊，就一般的 QB 而已啊。好，那我没有。它是正常版本的，然后恐怖跟反恐都可以使用。那我这里没有哎、欸，废物，干，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累死了，休息，哈哈，打这个打到会踢笑，对。